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哥。我是橘子。今天我们要去搞工作去了啊！这是国家的第七次人口普查，然后我们村上又交给我们每个队长去完成这个事情啊。挨家挨户，这么厚一摞表啊！今天下午我和橘子两个挑战一下，看能不能把它搞完啊！现在才12点多一点，我们吃了饭，因为我们农村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啊。这个时候都在家里面，应该煮中午饭。我去的话就绝对有人。如果上午早上去的话，他肯定在地里干活；然后下午去的话，肯定也会在地里干活啊。所以说，我就挑这个时间段去。对。好，遇到他们赶集。那时候在飞车里面。要新规了，马上没有新规个要不打了。今天到这里了啊。